小姐，这是你餐点。拿来啦，第一天上班哦。哎，不是，小姐，你还没给钱啊？啊，人要怎么吃？不是，小姐，我已经尽最快速度赶来了。那你拿走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不是、啊，你这样子我没有办法跟公司交代啊。那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？哎，主要先面待机啊。没有，先生是这样，就是他说我送餐送太久，然后餐点已经冷掉，然后这样不接这个餐，但是我这样没有办法跟公司交代、啊。这没有你的问题吗？好，现在好了，现在都我的问题啊，你们太没问题啊，太厉害了。好，这我的问题啊，爽啊！啊，你现在是怎样？这态度是怎样？他被特殊是不是啦？啊，你们知道？画放在那边就好了，谢谢。哎，这是你画的吗？画得很好哎。没有，随便画的。这是你朋友吗？我的高中朋友。我跟他高中的时候很常玩在一起，但是后来就没有。是因为升上大学吗？对，加上打工，我打工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。太挂了。对不起。到底什么问题呀、啊？你说你都送一整天，就点那么远的，怪东怪西，到底什么问题呀、啊？你不吃我吃，到底是搞不懂。先到这边，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没有哈。好，邱祥瑞，上课睡什么觉啊？起来，到后面去罚站。李品轩，怎么你也在睡啊？来，去后面站。来学校就是睡，你只要好好利用时间，你的人生都会睡掉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？Thank you.
往前，阳光不再是独白，因为身旁有我在。为梦想盖起一个窗台，化解一切阻碍，画一个我们的将来。青春本来就很多意外，写下誓言变成永远，化为弹不断的血，画一个我们的将来。不切实际的想法，我希望我们毕业后还会联络，升上大学还可以每个月一起出去玩。嗯，不错，我觉得可以。嗯，希望真的可以这样吧。嗯，好，那就这样约定哦。将来，青春本来就很多意外，写下誓言变成永远，化为缠不断的线。画一个我们的将来，青春不该被黑夜掩埋，来制服，写下音符，想要三年到达。哭了啦！再哭，我看一下。干嘛哭？好难听哦，笑一个啦。对啊，笑一个吧。我不是很不会。功成名就不是目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我们来拍照，我们来拍照。丑啊！超帅的，你超帅。